所有今夜十点见的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大家打开您的频道收看今夜十点见这个节目。这个纯粹以人文关怀为主的节目，我们在前一次谈到了个人经历过了家暴之后，然后我们从律师的角度还有他个人走过的人生经历，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和建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个真正的机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这个社区里头服务大家，他们的服务面非常的广，但是他们又是一个做了那么多服务却不能太张扬的一个机构，因为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护他们所要保护的妇女还孩子们。让我们今天请到他们其中的两位工作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走过的历程，就是立新妇幼关怀中心这样一个机构。我们介绍他的总干事，让我们让刘元芬小姐跟所有的朋友问好。元芬你好。张大哥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也就是他们社区服务部的主任，真正其实是所有社区里头很多危机处理的时候他是第一线里头真正在服务的 Vicky。 Vicky 也跟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 Vicky 好。江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Vicky 你先，我就先，因为我想他们俩时间都非常的紧，Vicky 先谈一下您自己在服务的内容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到你们这个咨询的机构来服务你，来给他们接受服务。纽约妇幼关怀中心，我们在这个纽约的大华人地区呢服务所有的华语家庭，那所以所有的这个经历有创伤经验的，有家庭暴力，或者是人口贩卖，或者是性侵害受害者，都可以来接受我们的服务。当然还有一些如果说经历一些刑事案件的这个受害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创伤经验的，也都可以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说到这样的服务，你刚刚提到了有包括家庭暴力、性侵害、人口贩卖，这些都好像是我们所有在电视里头、电影里头看到的一些情形，但是却真实的在你们的服务的范围里头都有经历这样的 case 吗？包括歧视？是的，社区中其实有很多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服务的人群，还有潜在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家庭需要我们来帮助。嗯哼，可是当你们在做服务的时候，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多半您目前为止有没有说哪一个的偏向比较多，哪一类的 case 比较多是你们的主要服务的？我们主要服务大部分就是着重在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个家暴受害人跟人口贩运受害人，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些家庭呢，尤其是有这些受害者的经验的一些受害人，或者这个有潜在危机的家庭，其实都是我们主要服务的很大群的受害者，所以没有特别一定说要偏向哪一个比较大的族群呢。就是这个社区蛮需要帮助的人蛮多的。对，刚才 Vicky 说到了这个社区里头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总干事。总干事是从一开始就进入这里做了这么多年，刘总干事，请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机构成立了多久，目前在这个社区里头服务过的对象究竟有多少？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我们成立于2004年，所以现在已经有17年的历史哦。那虽然我们是在纽约哦，但是事实上，因为在整个北美地方，华语的服务很少，所以呢，几乎其实其他州的有碰到家庭暴力、性侵害、人口贩运或是儿童虐待相关的一些案子，他们也都会打电话跟我们咨询。那刚刚您提到说我们服务到多少的案子哈？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17年来了，接触服务的家庭超过3000多个家庭。那有很多他们是打电话进来，就是想要知道一些咨询，然后知道一些 information 还有转介这样子。那我们大部分的案子，其实因为华人也是面子问题了，真的要
鼓起勇气来打球，就电话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70%的案子都是因为已经有法院的案子，已经有警方、警调单位介入，或是有医院、警察局、律师。或是其他社福单位，他们来转介过来。那在疫情期间，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家里面嘛，然后以前可能就是有些家庭，他们可能一个月见一次，或者一阵子才见。疫情期间全部都关在家里面，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所以从去年开始，其实我们的家暴热线是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忙碌。那我们的案子一年大概可以帮助大概又有的是。紧急的，有的是中长期的，就是服务了已经3到10年都还是有的。去年一整年时间，将近服务900个人次。那有一些他们只是打电话进来咨询。另外，我们在皇后区跟布鲁伦区的家庭正义中心都有驻点服务，所以walk in 的我们都要接待哈。所以案量是很大的。刚刚提到说，您说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哪些？只要是讲华语的，他们不管是打市政府的家暴热线，或打我们的电话，那是我们主要最大众服务的对象。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有20个工作人员，我们都会讲英文跟中文，可能是像国语啊、广东话、台湾话、福州话、温州话，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可以跟他们沟通。那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其实有很多服务都开始调整。我们不只是电话热线服务，现在这个 chat room 网络上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他们受害人可能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不太希望曝光哈，也会比较多考虑，所以他们可能用网络上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用聊天的方式来询问。那其实我们谈到家庭暴力，并不只是配偶之间的冲突才叫家庭暴力哦。那个事实上，家庭暴力是它范围蛮广的，有可能是成年子女虐待老人家，或者是父母亲不当管教孩子。所以在疫情期间，事实上儿童局转介来的案子是大量增加。有时候我们一个礼拜有可能甚至到10到15个 case 都是有的。当然，我们定位在就是我们，因为在这里有华语的服务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定位在我们的优先是帮助只会讲华语的这些新移民的家庭。那受害人并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只有女性哦，男性也有可能是受害人，有时候是家里面的冲突，姻亲之间的关系，或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有些男性长辈也是遭受到。家庭暴力，我们讲到暴力，不是只有身体上肢体的冲突，包含语言上的就口角哈，我们讲说精神上的虐待、心理上的虐待，还有经济上、财务上，那还有一个是更隐晦的，就是性方面的虐待。那很多夫妻他们会认为在家庭关系当中没有性虐待、没有强暴，但是事实上在法律上是只要是。不愿意的话是都还是婚姻内也是有性虐待跟强暴的刑事犯罪这样子。那有一些是没有结婚，他们在谈恋爱当中，甚至是在约会过程当中，这种受害人我们也很多在服务。总干事刚才在这么短一段的谈话当中，提出了你们所服务的东西，而且真的这个家庭暴力包含的范围实在太大太大了，而且几乎可能我们周围看到的都有这样的情形。杨主任，我想请问您一下，刚才总干事提到了一点是说，因为疫情，你知道这个疫情对整个社会的 impact 很大，然后刘总干事跟我讲过说。因为疫情以及即将来的 holiday，往往都是一个家暴的高峰期。为什么？然后你看到一个很普遍的，为什么会因为疫情跟 holiday 的来临，会家暴的情形也增多？您看到的现象是什么？谢谢那个张大哥的提问哈。那当然呢，这个疫情发生了以后，大家隔离在家，所以人跟人的距离呢缩短了。那当然，在一般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个个人的空间，出去工作啊，小朋友出去上学，那所以这个缓冲的时间跟距离都
比较多嘛。那疫情发生以后，大家隔离在家，人跟人之间缩短了，那造成的一些压力呢，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压力跟冲突，当然也就变多了。那这个就很容易触发，就是有一些危机就很可能就一触即发这样。但在这种情形里头，像刚才刘总干事说，这一年来电话激增，chat room 的需求也增加多了。但是我们常常就像你一开始回答我们说，人好面子的问题，使得很多人趋向于不谈这样的问题。但这些事情发生在华裔家庭非常的多，有没有这一两年来，因为你这个机构在社会建立的信度越来越多？一般华裔已经可以排除掉面子问题，然后比较愿意来这里向你们求助。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在求助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犹疑？杨主任。我觉得是个人家庭状况不太一样，那当然是有这样的现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哈。那但是就像张大哥说的哈，因为我们现在也慢慢的大家也慢慢知道社区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在做服务，所以当然求助的意愿会变比较高。哦，那但是当然还是每个人的姓名，我觉得个别的家庭状况都不太一样，也比较复杂，比一般说在生活在原本国家内的这个压力又多上很多哈，所以还是当然有一些有他们。每一个家庭不一样的一个，或者每一个受害者不同的考量，所以来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求助的一个层面的考量啊，应该这么说。刚才刘总干事你提到了我实在很难想象，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你们所要 handle 的这种各种各式各样的案件实在多，但你们的服务人员20人，很可能都是超过你们的负荷所在。这一年来疫情的关系，你们可能也筹款方面各方面都比较辛苦，你们是怎么？别人也在度过疫情的苦难关，纽约妇幼关怀中心是怎么度过你们疫情中的难关呢？怎么讲呢？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我想我们也很感恩啦。社区的很多人在支持，也有很多人当我们不只是在经济上支持哦，他也担任我们的义工，比如说帮助我们来就是我们也有帮助小孩子跟青少年的活动哈，还有就是。教英文啊，教电脑，帮助他们职业上面培训。刚刚讲到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疫情期间为什么家暴事件增加这么多？刚刚 Vicky 也谈到说，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间变得更紧密，然后每天都在一起。那再加上经济上的不稳定，还有压力，生活的压力，就导致说冲突更多了。那还有包含儿童虐待的情况也变增加很多，因为父母亲在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当管教的事件爆发，还有青少年之间，青少年他们其实也很压抑哦。那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疫情之后导致，其实很多人都有经历，不只是忧郁的问题，还有焦虑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摩擦，就是很容易就是一触即发。那我们其实纽约立新，我们。主要的是这种性别暴力议题，我们受害人，我们是绝对是第一优先在服务。那疫情之后，我们增加了工作量，就是包含像仇恨犯罪，还有因为疫情导致的沮丧、悲伤这些情绪问题。因为现在我想情绪问题这个是整个普遍性的，整个不只是社区哦，连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很多人都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所以因此我们的热线电话跟网络的 chat room 的服务需求是大量的增加。那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也成立了心理辅导中心，那这个心理辅导中心跟我们这个紧急受害人的服务有什么差别哦？紧急受害人服务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政府经费，那你也知道拿政府经费的话，其实我们案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都是直接从法院转来的，像人口贩运是直接从刑事法院他们直接转介，那个案量是非常大的。我们
服务超过500多个人啊，都是由法院案子转过来。那家暴比较多，都是因为警察或者是家庭正义中心，以及非营利机构的律师处理家暴事件，他们会跟我们有合作，会转过来。那我们现在成立的这个心理辅导中心呢，主要是针对非性别暴力的刑事案件，或者是就像 hate crime 这类型的 case，或者因为疫情之后导致的情绪上的一些失调，需要帮助的新移民家庭，我们主要针对他们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是服务的范围是越来越广，是。但我们觉得说，很多时候不是有经费才做，而是社区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做。我们当然很希望有一天到没有家暴，不需要立心再成。如果真的没有家暴，社区没有家暴的需求，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有立心的服务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理想，不太可能说社区没有家暴事件。反而像刚刚您听到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愿意站出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或寻求帮助，这个是我们努力在做的，就是更多的要去，第一个就是当然是更多的社区教育、更多的宣导、更多的情绪支持，让他们知道说，有哪些资源在这个社区当中，因为新移民其实是一波一波的进来，一波进来，很多时候他们的消息是非常封闭的。那我觉得在北美这个地方的新移民社区，其实受害人他所面临的事情，比他在原生自己的国家是，他要考虑要讲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考虑是更多的。第一个可能是身份问题、语言障碍，然后法律上不了解，还有很多其实概念上跟，比如说美国对于相关事件的处理方式，刑事法院、家庭法院、Supreme Court 这些东西跟，甚至移民法，然后跟在台湾、中国、马来西亚或者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是想法是不同的，所以很多原因导致他们变得更害怕去寻求帮助，有更多考虑的事情。还有，如果他有孩子，或者是有些蛮多就是妇女，她们因为是移亲，她们的身份，甚至还有她们的收入来源啊，她们连住的地方都一定要依靠伴侣嘛，所以他们会考虑很多，他们也会担心说，当他们讲出来或者是举报之后，那孩子的监护权、探望权，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就是他们的考虑是更多更多的。那还有就是长期在这种创伤、在这种暴力阴影下的人，他的自信心，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像有些社区朋友会说，为什么我的朋友他是遭受家暴啊，甚至是说性侵害啊，为什么他不敢举报，不敢讲出来，然后觉得好像说，他自己都不敢讲，那我们怎么帮？好，那当朋友渐渐的也做帮不上或不想听，那这个人他就更封闭了，他就会更退缩。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也有儿童跟青少年的服务，有时候这个家庭暴力变成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秘密，那它的影响不只是对妇女这个受害人，它甚至会影响他的孩子，孩子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会有一些身心的状况出现，行为状况出现，那甚至就是，我们讲到情绪。愤怒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学来的哈，所以有可能男孩子接下来他也变成在另外一个感情关系当中，他就很容易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女孩子有可能很年轻就离开家，就在外面，进入了另外一个感情关系当中，然后结果也变成家庭暴力或性约会暴力的受害人。那之所以立新会做家暴、性侵、人口贩运，事实上这三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都是很大的议题，但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未成年的女孩子，她是在家暴环境当中，因为她想要逃离这个环境，很快就离开家，然后就陷入另外一个就是人口贩运的一个情况当中。那当然还有一些。但性侵犯是另外一个议题，也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啊，有很多时候是他在原生家庭里面就已经遭受性侵害，或者是因为父母亲没有妥善的帮助他把这些事情压下来，导致他之后到了成年之后有很多的情绪问题，他也可能进入另外一个家庭暴力的环境当中。钟先生，您提到了这些息息相关的一些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听起来真的觉得很，对于很多在如常家庭当中你不能够体会，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是第一手的接触者。杨主任，您自己是在这个部门里头资深的，您工作了多少年在立新？工作了十年，也有十年之久。刚刚总干事提到了这么多的情形，很可能都不是，我说了，不是我们直接经历过的人可以想象的，人口贩卖、性侵也好，家庭的暴力种种的。对于你自己在处理这些第一线，说你看到了人经历这么一个无助，或者说真的很为难，甚至有的时候你真的也是超过自己能力所能协助的范围当中，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平衡这一个辅导跟这一个帮助的过程，然后你能够调整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机构里头生存十年，继续努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学心理咨商，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怎么样自我照顾，自我照顾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在这个机构里面会有看到很多第一线的现场状况，其实是真的压力蛮大的。但是当然我们社区朋友的一些支持，还有当然机构本身大家同事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帮助，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可以缓解在遇到困难状况的时候，然后都可以让我带给我更多力量，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还有最重要的是看到这些受帮助的这个家庭，或者受帮助的这些被帮助者，他们可以真的从我们提供的一点点服务里面得到一些力量，或继续往下走，或者是找到新的一个解决方式，或者新的出路的时候，那个鼓励就是会很大这样。这是您的一个自救的方法，杨主任，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您看到的是一个相当社会隐晦的黑暗面，而这个黑暗的情形的确是在华裔的家庭里头处处都存在的。你有没有看到一种情形，真的你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人性的一些人生所经历的一些悲惨的故事，包括贩卖也好，进入另外一个本来是要逃出一个性侵的环境，结果他又进入另外一个性的贩卖的一个情形，其实种种情形都是你想要帮助但未必能够帮助出来，或者是很多的受暴妇女，她明明已经接受了你们的帮助，但是她自己又不得不再回到原生的受暴环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无助，你自己怎么来看，然后你怎么来继续从事您的辅导？我觉得助人者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思想是蛮重要的，是因为很多人在困境中就是要继续前进。其实我觉得社会上一直都有很多不一样，不管是这个司法系统，我们说政府，来自政府，来自社区的一些力量，或来自身边的那个力量，我觉得就是有想要帮助人的人，有善心的人很多，也是很多的。那在困难的环境，我觉得看这些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有时候他们会做出某一个决定，或许是我们不能理解，但是这个有时候是一个阶段性或环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的这个帮助就是我们是无效的，或者说你曾经帮过他，然后因为他后来有可能又回去，或者又陷入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危机中，就代表你曾帮过他的那个就是曾经的帮助是没有效的啦。我觉得是要怎么样去评估助人者的这个过程。
因为对啊，我觉得杨主任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点，就是助人者的一个心情。因为我知道杨主任也有很多的很忙的 schedule 在这边。杨主任，我想在 before 您走之前，我想再继续的问您的，就是说，你要晓得，立新妇幼中心其实如果你们铺路更多受暴的家庭也好，受暴的妇女孩童也好的故事更多，你们得到的关注很大。然而，杨主任，你却是在这点上把关把得最紧的一个人，就是说绝对不会让这些可以受到吸睛的故事暴露半点，因为你的唯一条件就是保护妇女跟孩子们。可是呢，你要晓得，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很多人他不是不对这样服务的机构有感觉，但是他就是要听到一些哎呀，好不可思议的故事，然后才有一些触动。所以，作为一个助人者，你又要注意到你所受关注者的。你绝对保护他的 confidential 的部分，但是呢，你们又希望被人家看到你们的工作，常常其实是很难的。杨主任，这个谈谈这个拿捏的部分。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至少我觉得在如果说社区里面大部分的很多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呢，至少我觉得就会看到自然里，我觉得自然在可以，我们可以在中间取得平衡啊，哈。那如果你有心的人有真的是就算他们需要受比较大的刺激才会愿意出来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实际在做或者在推广做 outreach 方面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很愿意愿意去看到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啊。那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参加像这个社区举办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这些 outreach 来让大家看到我们，还有常常推广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嗯哼，在您赶快要去赶下一个约之前，我想继续追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机构里头彼此的一个扶持。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说你们怎么样来彼此这个集中这样一个力量？因为这样一个纯粹的辅导，而且我再一次的说，我自己辅导，我自己参与过社区里头很多的机构。但这一个机构是真正让我最感动的一个机构，他们既不能张扬，但他们却做了非常非常多。我真是从心里头对你们致上最深的敬意。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杨主任，你们自己平常，包括这一个心理辅导中心今年成立，我觉得恐怕还不是只有对来在这边的求助者，你们自己恐怕都很需要哦。我们的这个辅导中心其实针对就是真的社区里面，因为近一年来的很多因为疫情所产生的其他的这个外在的事故而产生有创伤的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社区的民众们，来进行提供辅导。那当然是希望说，有需要的这个社区大众，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加入我们。那当然，我们在跟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从这些新移民身上，或者被我们帮助的人身上学习很多东西呀。嗯哼，那就你该怎您么讲？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从这些受辅者身上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哇，very good，谢谢杨主任。我想我们让你继续的去做社会的服务，然后杨主任可能要先离开我们一下子。感谢您，我想就说真的祝福您的工作是真的有更多的力量，然后对这个社区可以有更多的帮助。感谢您对这个社区的付出，谢谢。谢谢张大哥，谢谢然大后家。我们来回到刘总干事您的身上，您自己刚才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其实你要晓得，在这一个机构里头做这样的事情，您这样一个弱女子，这么
薄的一个瘦瘦的女子，你要带领着这么多人面对社区这么大的服务，而且您一投入了这么多年，既要做行政又要做辅导，你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在哪里？我们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是有一个，我们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机构，所以本身对我来说，能够支持我这样子一路走下来，本身是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在的。那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公义跟怜悯的。那我把自己定位在就是，其实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机构能够做的也是很有限。那我们把自己当成像一个桥梁一样，就是把，这个其实政府有很多很多关于家暴、性侵、人口贩运的相关的补助跟资源，我们是想把它这些资源都能够结合，然后帮助新移民社区，因为新移民社区是真的是弱势中的弱势。所以我们把自己是当成这个桥梁。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个。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这些助人专业者，我们怎么能够这样走那么长的路下去？除了个人的信仰、价值观，还有其实当然是有一些基本的训练了哈。我们的机构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社工、心理辅导，刚刚 Vicky 是学艺术治疗，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相关。至少有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在做助人专业、助人服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很基本的。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很强的那个临床上的supervision，叫做什么督导，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临床上的督导，所以是一个一层一层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支持者。那本身机构业大家都有一定的一个理想。一个使命，一个方向，然后又是学相关的，所以大家其实在一起彼此的支持性是很强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当超人或当大好人、当善人哦，怎么不会把这种东西是有形的灌东在，西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助这个人，今天到我们机构来寻求帮助，帮助他能够帮助他自己，帮助他能够帮助他自己。我们可以陪他走一段路。陪他走一段路，把相关的资讯资源都告诉他，然后我们一般的训练是不会帮他们做决定的，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对自己最好，就好像家暴受害人一样，有时候如果是朋友可能会说你要离开家，或是你不要离开家，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做出这种二分法的一个建议哦，都会帮助他。给他各种的资讯，让他来做出自己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当然人都难免会做错决定，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不容易。但是他越多的资料、越多的资讯、越多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他可以做出比较对他自己最好的决定。即使他今天这个决定是，他之后后悔了，我们还是会陪着他。我想我们扮演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是陪伴他走这条路，当然我们是更愿意陪他走第二里路，就更进一步的陪他。所以立新的服务不只是紧急的危机处理，当他们打电话进来，如果需要就医、报警，或是跟检调单位配合，有很多时候妇女是反被告、被抓，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反而被抓之类的哈。所以我们刚开始的，通常前3个月都是紧急危机处理，还有庇护所，立新也有。3个安全之家，他们可以在这里短期住6个月，或者是他们要住到其他的地方，我们都会帮他们找这些资源。那我们也有一些善心人士社区的支持，我们有紧急救助金。有时候庇护所并没有位置，市政府的庇护所也有时候没有位置，或是不适合，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外面找房子，可以这样住。还有，其实还有就业的问题，因为他们要能够在经济上站起来、独立起来，他才有可能自己带孩子，然后过生活。所以很多事情是一连串长期的。那我自己的看见是这样，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有这个共同的理念，然后愿意帮助他们的话，我自己的角色我。
看起来就比较像是让更多的年轻人，然后愿意学，就是在学助人专业这一方面，然后愿意在这个性别暴力这个议题上面有兴趣，他们我可以帮助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帮助者。像 Vicky，他10年前在我们这里当实习生，这样留下来，然后这样愿意一起做。我自己对于立新整个工作人员之间的士气，还有我们的就是专业方面的这样子的能力，我是自己是还蛮有信心的。那我也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团队。另外就是结合，因为这是个团队工作，不可能只靠一个人或两个人，也不是只有立新能做，因为我们立新是做主要是做危机处理跟情绪支持。那像我们没有律师，所以我们是跟非营利机构的律师结合一起合作，所以他们会帮助我们的妇女，不管是在刑事案件、家庭法院案件、离婚法案件，或者是移民法案件。会帮助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是跟5个不同的非营利机构律师，像 Legal Service、Legal Aid、NILEG 这些机构合作。另外，我们也跟市政府的家暴局合作，所以我们会在家庭正义中心有驻点服务。我们在 Queens 皇后区跟布鲁伦区的刑事法庭，我们是有工作人员在那边可以直接服务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资源结合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不管是政府单位、警调单位、医院，或者是非营利机构，大家可以一起合作。那我们也有训练义工，那有些是学生哈，他们想来这里当实习，我们也很愿意培养他们、栽培他们，让他们对这个领域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是觉得，怎么讲，在这边工作是，刚刚 Vicky 谈到，就是当然 self care 自我照顾很重要，然后大家的支持很重要，就是共同的理念很重要。那有的时候其实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她们在经历这，我们已经17年了嘛，哈，有很多早期服务的妇女，她们现在回来当我们的义工，哇！然后有妇女成长团体，她们也可以透过自身的经验。或者是他们教他们工作上的技巧啊，我们有教美容美发呀、电脑，还有最近有开一些像QuickBook 这些课程哦，就是过来人来帮助发生事情的这些新的受害人哈，彼此之间是加油打气，也是很重要的彼此支持。我觉得有的还有。其实教会也有很多义工在帮助我们，因为这些其实受害人他有的时候并不是他的能力问题，很多都是高学历，也有很好的社会经济背景，但是都是有可能碰到家庭暴力的，因为家庭暴力不是只是发生在我们想到说好像没受过教育啊，或者是判断力有问题的人哈，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家庭暴力，甚至有可能社经地位越高的、教育水准越高的，他越难启齿，越难寻求帮助，越难讲出来，所以他遭受到的精神压力跟情绪上的困扰更严重，陷入比较 PTSD 或者是 depression 的情况当中是更严重的，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不把他们当成好像是每个是一个 case 在看了，我们把他们当成人在看。每个人都有基本的需求，都需要被爱、被关心、被接纳。那当我们在跟他们一起面对这些很悲惨、很可怕的事情，有的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比如说那个毁容啊，或者是就是身体受外伤、内伤的这种。事情是经常看见，然后，但是身体上的伤有的时候，身体上的伤是会好的，心理上的那个创伤是很长期、很长的。怎么样陪伴他们一起走过？有的时候不是靠一个辅导员或是一个社工人员，而是靠他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所以成长团体、互助团体，或者甚至于他们自己出来当义工。自己出来站出来当义工的时候，过程当中本身都是一种，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疗愈跟复原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缘分这样的一个工作听起来辛苦，但是感觉上你们觉得真的很有意义。谈到了那么多你们对华裔家庭、华裔社区的一个帮助，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来谈一谈，到底立新妇幼中心你们也需要社区给你们什么样的帮助？当然，你刚才说了，在政府里头有很多的这个 grant 是你们可以申请，但你要只要拿政府的 grant 做事情，那需要准备跟辛苦的过程绝对不是一般的，你自己的这个计划各方面。但是你们做的是一个纯华裔社区的，然后特别是这些年来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非常的多，你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大概也局限就是在这个华裔的家庭。你们这样一个机构，这么小的机构要做这么大量的事情，你们到底需要社区也好，或者善心人士也好，给你们什么样的支持？可你们今天虽然你没有想谈到你们，但我觉得应该想到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好，谢谢啊！我觉得这种支持就光是听到就觉得很激动、很鼓励了，很鼓励了。因为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也很低调哈。必我须们低的，调哈，对，我们，我常常 说我缘们。分，你介绍几个人给我访问，你都觉得说保护他们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们当然是绝对要保护他们的哈，那个这绝对是我们这个也是职业道德啦哈，也是职业伦理。那有很多时候，像我们机构跟一般像比如说你说防癌协会啊，或是什么医院之类的不太一样哈，那个病人好了，他们回来都会很感谢啊，或是要会甚至成为另外帮助我们做宣传之类。但做家庭暴力性侵害，不可能哈，不会这样子的。我们也不需要他们公开来谢谢我们，甚至走在路上，如果他们不主动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训练是就是要假装不认识这样，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太希望说曾经来过立新帮助，就是接受过立新的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都是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一般也是所有工作人员能够不曝光都不曝光，因为毕竟我们都要经常到法院，好，所以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那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上我们的网站看到的都是 PO Box，就是一个邮寄信箱，但不表示我们没有 office 哦。其实我们有5个办公室，有3个庇护所，所以但我们的东西，我们真的是服务是很保密、很保密，主要也是不只是保护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人。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个当中毕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所以想让社区朋友知道我们的情况，因为很多人说，哎，不知道我们办公室在哪里，我们办公室地址的确是没有公开来，那庇护所是更不可能公开了，要保护住在里面的那些家庭跟还有孩子。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事实上，如果是直接会跟受害人接触的话，我们真的是期待至少要能够 commit 半年到一年哈，不太希望说就是说一短时期的话兴是很起，难，我们通常是不会让他们跟受害人接触。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社区朋友，他们也说他们其实时间也是有限的，但是可以贡献不同的专业上的帮助，比如说给我们一些行政上的建议，或是帮我们更多的资源连接，或者是帮我们开课。开课是一个蛮大的需求，就是其实妇女她们有不同的需要，英文班、电脑班，各种跟工作相关的这些课程，如果可以担任我们的就是老师，能够这个是可以开一次性，也可以说开一系列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帮助。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孩子跟青少年的服务，我们也需要蛮多义工的。有的时候是带一些团体团康活动，夏令营、冬令营、春令营。当然，疫情期间我们现在变成今年就只有夏令营。夏天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些妈妈都大部分这些都是变成
都变成单亲妈妈，单亲妈妈其实是生活是很辛苦的。那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帮他们有规划很多夏令的活动，让这些妈妈也可以安心去上班。这些孩子呢，就是还是有可以有一些正面的好的一些 program 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其实每个孩子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家里发生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正面积极的，一个经验。都会成为他成长的当中一个很好的力量哦。我们很需要很多男性朋友能够成为这些孩子的一个好的 role model，model，因为可能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对于男性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经验，所以这些孩子，男性的孩，这些男孩子长大，可能在，他们进入另外一个感情关系当中，可能会也会有出现暴力的问题，或是情绪失控，或者是他们本身很自卑。所以其实这些青少年是非常非常需要，社区里面如果有人有对这些方面，其实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需要了，需要有更多男性的，男性的社工、男性的辅导员，如果愿意参与这个行列。好，我想今天立新关怀妇幼中心的刘总干事在这边对大家一个呼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构需要更多的义工的投入，也需要大家专业上的支持，然后特别男性，很多人说所有做义工都是女性，事实上男性义工对于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节目的呼吁，让更多的人投入这样一个很棒的一个事业。刘总干事还是不肯说，你们难道不需要钱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你们做这么多事情，真的加上这一两年都没有办法开办一个公开的 gala，就是说募款晚会，那么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需要钱？我们是需要财务经济上的支持。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我们很感恩哦，因为其实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真的就是用很少的钱，就是极大化能够做越大的事情哈。那市政府、州政府跟联邦政府，我们都有一些专案，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尤其是疫情之后，政府其实经费也是不稳定，它是一年一次的哈，有时候有今年没下，没有明年了这样子。那其实社区的支持还是最重要，也是我们的基础这样子。我很感谢很多社区朋友，他们就是这样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像我们的单亲家庭的这个紧急救助金，很需要社区的支持，因为这些钱我们是直接发放给这些家庭，疫情之后，我们发放了将近300笔，就是直接发放，帮他们付房租。就是3个月到6个月，那就是。还有就是，其实社区朋友很多，他们会提供食物。我们立新每一个礼拜二下午都有发放食物。那其实现在有35%以上的家庭是住在布鲁伦区，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开车到布鲁伦区去发放这些食物。那这些家庭大部分都是小孩子非常小，妈妈即使有工作能力，也不一定能出去上班。所以他们其实在经济上的需要是很大的。那另外就是疫情的缘故，导致庇护所，我们之前是3个安全之家，可以住最多可以住到20个人，每个晚上可以最多帮助到20个人。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要减少，因为要保持社交距离，这样保持距离，而且通常大家希望里面的住家环境不要太人太复杂，进进出出，因此呢。所以我们都要在外面帮他们租房子，所以这开销其实是增加很多了。所以如果社区朋友有心愿意在我们的事工上有份，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单亲家庭的这个紧急救助金专案。在上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看到，然来，后麻就烦可以导参播与。把一下立新的这个资料铺在我们的荧屏上面，然后我觉得这我一再的强调，
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社区所谓各式各样的善心服务，但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是一个扎扎实实在工作，同时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联络电话是18779908595，18779908595，然后他们的网站上面有吗？没有网站哈。OK，有的。I'm sorry，www.gohny.gardenofhope.ny.org。如果所有在荧屏前面的朋友们，希望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走过的生活，其实是很还蛮安定、蛮好的，有一份回馈社会的一个心愿，请你们帮助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让这个机构能够帮助更多华裔的新移民朋友，当他们遇到了家庭的一些的困难，无论是妇女、孩子或者老年人，特别刚才总干事提到了说，现在年长的人在这边被经历的家暴的情形也越来越多，很多人为了孩子来到这边，把身上所有的都掏给孩子，孩子告诉你说你可以有福利，结果他们身上是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接受到的暴力也都越来越多。所以这样一个机构是帮助所有的朋友们。谢谢总干事，还是给了我们50多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是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希望透过我们连续几集谈到了家暴的现象，然后家暴的现象，也许在每个家庭或者在每一个个人的心理上，特别是新移民上都有经历，但这样一个机构是扎扎实实、完完全全用他们的心跟他们的全人来服务这个社区的新移民，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一点点的访谈，让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感觉，除了关心许多政治经济的问题之外，让我们关心更多人的需要。再一次的谢谢，立新妇幼关怀中心的总干事刘元芬小姐，还有刚才的杨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一些。我相信他们的服务是无止境的，他们的需要帮忙也是无止境的。希望更所有的朋友共同的来付出我们的一份心，来帮助他们。谢谢你，元芬，也祝福你们的谢谢你。机构做了更多更好的事情。感谢你，感谢，谢谢你为社区所做的，谢谢。谢谢。在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这段影片是在疫情当中，这4位的妇女，她们接受了立新妇女关怀中心的帮助之后，她们的一些的感受。虽然她们中间有眼泪，有个人的故事，但这就是这个机构为她们所付出的。让我们来一同观赏这部影片。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带着孩子搬出来了，之后老大2岁2个月，老二才8个月，然后我就每天推着2个孩子去领学校的免费餐。那时候是很突然的离开的，没有地方住，对，就打电话给立新，就拎着行李带着小孩就来到纽约。他说要杀死我，那时候很怕嘛，你去到哪里都害怕他跟踪。后来立新就联系到我了，他们就定期给我送一些食物过来，很大的缓解了我的压力。第一时间就是立新帮我们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安身哦，保护你，让你有一个安全感。纽约立新妇幼关怀中心在华人社区当中，我们主要的服务就是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儿童虐待以及人口贩运的受害人。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家暴案件增加了将近3倍。去年这一整年，我们服务的家庭将近900个人。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并且把他们所遭遇到的创伤事件能够在这里能够获得舒缓跟帮助。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我想疯掉都会有的感觉。来跟他讲之前，真的是像火山那种要爆炸那种感觉吧。开导了之后呢，就好像落了一块大石头的那一种，就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每位女性受到伤害后，如果没有人开导你的话，或者是有个人在身边陪你的话，你都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我平时憋在心里面没有的发泄出去的，没有的说出来的，
然后心理辅导师会聆听我说的东西吧，他会教我一些减压的那种方法，就是每一次跟他交谈以后，我都会觉得整个人松下来了。疗愈的过程当中，我的那种就自我意识就慢慢的觉醒了，不会觉得什么事都是自己的错，也会更容易就是倾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我们是希望能够全人关怀，不希望变成跑流程或是用 SOP 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有不同的需求。那立心的同工有专业的背景，但是我们更希望用爱，真诚的爱来关心他们。那针对他们不同的需要，他们的成长背景、原生家庭的影响，他们移民到美国，他们适应的一些经历，还有受创的经历，还有他们职能方面的需要，他们人际关系、两性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重新整理再开始。现在就搬去了政府楼，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当助教，就比较稳定了，心也安了，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些希望，然后也有所期待吧。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网上的生意，离婚的官司也解决了，身份问题也解决了，我两个儿子也特别健康，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就是心怀感激。是立心把你带出来，给你一个光明的世界，好像重生的那种感觉，真的。感觉就是立心就是不放弃你，那你为何要放弃你自己？就让你更想的把生活过好。如果我朋友类似有我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一定会把立心这个机构介绍给他，他遇上的问题立心都可以帮得上他，甚至如果他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也有得到帮助，绝对不用担心他是一个人的。我其实我真的很想说有一天我挣钱了，然后捐很多的钱给立心，然后帮助更多的人。当他们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被爱，内心可以产生一种正面的力量，让他们不放弃自己，不放弃他们前面的道路，不放弃他们的家人跟孩子。我们也很希望社区朋友更多的来参与我们这个事工，具体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将爱传递出去，帮助他们重新出发。请和我一起支持纽约立心，捐款请上 GOHNY.org。